现在懂生活的女生姨妈期都穿上这个安睡裤了哈，像安睡裤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太便宜的又不敢穿，但是太贵的吧又觉得没有必要。来看看我这一次个位数买的6条安睡裤，这不得用2-3个月了呀，而且它还是这种运动级防侧漏的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穿上它，就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洗床单了。它是这种360度全方位包裹的，而且腰部这个地方你看弹力还挺大，就是不管你胖瘦穿上它都不勒肚子。它内里的材质呢也特别柔软，贴在皮肤上就老舒服了，还是这种高透气的面料，就不会闷汗。它这个厚度只有0.3厘米，你别看它薄啊，但是它特别能吸。给你们来试试哈，把这一杯水全部都倒上去，这回量再大都不怕了。而且它吸完之后表面特别干爽，你就白天穿也不会闷呐。这回好了，不用去天津也能吃到天津正宗的麻花了。这回呢，我买了他家2个口味的，有这个甜味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椒盐味的哈。然后这2箱20袋一起，才一杯奶茶钱，也太划算了。而且像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吧，就不像在外面买那种大的，吃不完还不好储存。这个呢，就是吃起来不油腻，而且还特别酥脆的。我每次出门的时候还会带2个，饿了直接吃，还挺解馋的。从小就听我妈说女孩子一定要多喝薏仁红豆羹，但是自己煮吧又太麻烦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找到了这一款可以开盖即食的，它这个里面都是饱满的红豆，加上清甜的薏米，特别软糯。这个真的比奶茶好喝太多了，感觉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味道。而且它这一杯里面只有92大卡，平时呢早餐或者下午茶都能来上一碗，还没有什么负担。关键像这种小罐的哈，你出门带上